除了同济会议外，中华关文化创意发展协会也特别在这岁末年终的时阵举办自强儿童岁末联谊艺术活动，邀请到鹿港复兴大学100位国小学童做伙食饭、看电影，让这些儿童感受到社会温馨。儿童是国家未来主人，为了关怀弱势儿童，中华关文化创意发展协会理事长连胜杰，当年的岁末拢会带着自强儿童做伙来食饭。今年在一间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甲真侪爱心企业的赞助之下，邀请了鹿港复兴大约100名国小学童来到亨将公司做伙来享用美食。我们这次自强儿童这个吃这个尾牙的部分。我们非常感谢很多社会善心人士，那对于物资的捐赠，还有今年有一个这个善心人士呢赞助了一个大红包，给我们这些弱势儿童能够过一个这个快乐的年哈。那我们这个活动今年已经第10年的办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亨将企业，我们台湾第一块，那连续第二年赞助我们这个活动场地以及所有的餐费，让我们这样的活动能够很顺利圆满的来办理。那特别要感谢我们。包括马来西亚这个科士威，包括一些这个社会团体，他们对我们这样一个活动的认同与肯定。特别要感谢我们各个学校，我们鹿港跟福兴各个学校，包含校长、主任、各老师以及同学对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支持，这样才能让我们这样一个活动有意义的持续办理下去。除了请人吃饭以外，协会也准备了鼓励他们的电影给大家欣赏，借由影片鼓励学生了解幸福是什么，未来有成就的时候也可以换他们来帮助别人。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电影欣赏的方式，那当然这是一个励志的电影，那当然电影上各种这个人员的组合都不一样啊，所以虽然他们都是弱势，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电影欣赏让他们从电影的影片上面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得到励志，在未来如果说心有余力也能够来回馈社会，来关怀社会的弱势。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呢可以来看一场好的电影，同时呢做一番的学习，同时感受到呢地方呢关怀我们的孩子，那也把这份爱呢传承下去，那是一个深具意义的活动，尤其是在岁末还有一个小小的红包，大大的红包暖暖每个孩子的心。那我谢谢主办单位亨将这一边所有单位的赞助，那谢谢大家，谢谢。活动当中，协会也为每一位参会儿童准备一份红包和过年礼物，让孩子过年感受到社会关心和温馨，过一个快乐的旧历新年。新中华新闻蔡连清，鹿港采访报道。